我是巨匠电脑新店分校的刘文秀老师，平常主要教授的科目是 Office 以及 Office 的认证。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MOS 这个考试的心得。好，基本上我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很难的考试，而是当作一个学习的机会，想要借由这个考试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的 Office 的技巧，并且把这个技巧学以致用。例如说可以做出更美更漂亮的备审资料，或者是利用统计分析的功能做出财务报表，帮助自己的工作效率提升。那祝大家学习顺利。